光是一个古艺术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艺术作品，它呈现了生态的美丽。在很多的这个古物里面，不管是图集或图书，里面有对动物、植物比较写实的描述，我们希望把它表现出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透过提供一些高解析的文物复制品，或者是数位作品，像动画呀，或者是数位互动作品啊等等的，来带给观众一个完整的体验。这次展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让收藏最精彩的故宫，他们呢其实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些数位科技互动的展示，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呈现，然后又搭配台湾非常重要的现生动物跟已经绝迹动物的一个收藏研究单位台湾博物馆，然后我们同一个生态保育的视野一起来呈现，所以它能够从自然跟人文跟生态跟教育都整合在一起，整个展览很有意义。近几年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环境的问题啊，环境议题啊，都是蛮严重的，现在环境很多都是被破坏的，从这里面去反思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善待一下环境，这也是我想这个展览最后要回归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才会叫想想。